下，就是这样子讲到好像马上这么多我就进来了，这个是华人 ，this is Chinese。所以一间传销公司，这个人没有真正在做 forever 的人、哦、他都会用产品，这个我们 forever 是很恐怖。你想想看吗、啊？这么多人爱去 Jasper 买东西、哦、你觉得那个 member 卡好不好用？所以很多人去加入 member 买，发现到那个 Jasper 一年12块钱都很多了，他现在买两年送一年嘛，对不对、哦、我们都会，因为我，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讲？就每次都要讲到讲到 Jasper， 每次拿推车出来都是有，哎，所以潜意识力量很厉害的嘞，推车出来的人买东西我有钱赚的，所以我把他想象我佛祖也是这样子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哈、哦、，So， you know， 这个就是他的三个方式罢了，容易吗？然后如果你是完全用这种方式，你也不知道你是适合第一种方式，第二种不用紧，总之就是你知道原来三种方式都 OK 的。哦，那原来我现在慢慢学习建立 Power of 20。什么叫 Power of 20？ Power of 20就是说呢，一些人很普通，比方说现在我们做马来人的生意嘛，马来人跟华人不一样点就是华人可以加入不上 AS 的，可是为什么你的下线他加入了没有上 AS？ 一定你没有让他懂，一定你没有让他懂。第二个，你跟他应该是不是熟的？就是这样罢了。如果你会那么懂，你跟他说不可能不会上 AS， 15变35这条数他马上算得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马来人不一样，为什么马来人、哦、他买一个电视机了、哦、他可以去、哦installment 买的，可以你算到了，哟，这个电视机买到来4000块啊，鬼才会买哦，这是马来鬼会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文莱是看到这样的，因为我的朋友跟我讲，这个电视机我们 cash 买才1000块，我那个是 Chinese。因为他对他来讲，他可以买得到，他就要出钱买。所以你跟他讲，如果这95块是，他真的给你95块是的。所以你跟他讲，8%打8页了，7%blue 0%，哇靠，你呀 ，OK， 他就很开心了，少4毛钱这么开心。有时候你跟他讲少5块是，不要紧，哈，不累啊，不累不累，搞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的想法是觉得我有钱买得起就 OK 了的。所以有时候现在我们在 build 马来市场的时候，你不一定找到都是精英，因为买了很多人嘛。我也是时常跟我自己这样说的，如果 build 的人、哦、打了他不要做，不要紧的，他反正在消费，等于是 Jasco 嘛，去买东西是 Jasco 嘛、哦，他买东西每次买几样我也是有钱赚。哎，真的，你 always 想着 think in the way， 你才会很 positive， 你知道吗？你才会觉得阻碍你成功发达的人哦，这都是废人，靠左靠右都不要紧，总之这样滚开一下，你要全速前进，真的。啊、你要喝酒聊天的时候嘛，我就只要找谁就可以了，明白我意思吗？这些人一定会来的，你明白吗？创业的时候这些人不会来的，你不用担心他泡你冷水的、啊、OK 可以吗？是不是三种方式、啊、所以你还不知道你用哪种方式的时候，我都鼓励人家、哦、用 Power of 20一定要的，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习惯，就是那些人每个跟你买两瓶啊、一瓶啊、两瓶、一瓶你都要做的、啊、因为我们不能够做多三大生意、哦，我们就忘记了这个小生意吗？对不对？最近我们上不是看见 POS 李嘉诚嘛，这么大企业家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做生意很多，他的手法都是很企业，就是很像刚崩的人这样子啊，对不对哈、哦？唐文生要送你送到门口啦，送你送到电梯啦，送你这个哈、哦，就是会把你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受被尊重的，即使他买一只纯牛哦，我跟你讲嘛，我 POS 上去嘛，就哎你做佛爷嘛，中午他买什么？买六只纯牛，他也很 OK 啦。他说我在东家的，我可以这样跟你拿到、哦、东家。我讲我来新山了，我这样我讲我心想我 post 过去也 OK 啦哈、哦，反正他愿意付邮费这样子嘛，六只嘛。所以他就讲说，这样我讲他讲来新山，我讲这样啊，哎他讲这样得不到，那我他就讲说，这样我讲我去吉隆家要吃早餐，顺便你来拿可以吗？好哦，这是很简单，我反正我去 post 吃早餐，然后吃一半他来找我拿纯牛，是不是成交了？我他的想法是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你做这么大还要把六只纯牛带给我，我说。我就是做这个起家的，我就是这样子起家的嘛，我就这样子起家的，想做大做，哎，你不要小看那只纯牛，一只纯牛可以变成一个钻石，你知道吧？所以 ，I mean， 这个是人为嘛，人格，所以你做什么东西，你一定要知道说你的大目标在哪里，为什么你需要这样子去做嘛？哈 ，small to big business 哦 ，time and financial freedom， 所以我们的思考很简单，就是我们要时间与财富自由。或许我们跟我们的朋友比呢，你很难比他很有钱没有钱，谁最多钱？但最起码呢，我们觉得时间跟财富是同等重要的，健康很重要，没有健康就不能够享有财富，对不对？没有健康就不能够去享受时间跟财富自由的快乐感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讲到完是健康是无价的，所以为什么第一个 topic 我们一直谈到健康？因为我觉得健康是每个人都需要。那么什么叫 direct bonus 呢？好像我们今天做 forever 的时候，你是新人的时候，你会觉得 attract 你呢很简单，就是哎 ，direct bonus 是不用做都有的。什么叫不用做都有？你上网推荐了一个人，注册了一个人，那么你告诉他 KL 呢有公司，他说他家人想去公司买东西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是 AS 嘛，你只是一个 AS 哦，那你推荐了这个是不是15%？
那么你有35%，对不对哈？你跟他之间的20%，这个就叫做 direct bonus。那么他去，可能他去 office 啊，只是买两瓶芦荟汁去 KL， 一瓶芦荟汁还没有加 GST 是90块，两瓶呢就180块。那么呢，你只是上网哦，很用心的跟他聊，加入他家人去买呢两瓶芦荟汁，你今天在公司哦做代订的时候呢，你赚了36块，这个生意可以做吗？可以。我不知道你怎样想啊，但是我觉得将心比心啊。有时候你讲这个钱是小钱，可是这个小钱哦，我们可以去吃一个午餐。可能孩子要买个玩具，哎，这个钱哦不错啦，他的礼物可以早点去买给他。我觉得人生做什么东西就是要有那个 meaningful， 就是你赚的钱怎样去用它，这个才有价值的。我们小钱不赚，大钱不来。可是，一般上新人的时候开始都觉得小钱可以赚，不要敢赚大钱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叫做 direct bonus 哦。那当一个人他直接哦变成 AS 的时候，他直接你已经沟通到他买1300块，1300块上 AS 的时候呢，那么你就做一个288。我们所有算奖金呢是 before GST， 因为1440就两个 CC， 因为他要上AS 呢，他必须要至少1300块，就是1440扣了15%，再加上6%的 GST， 就是等于呢，你它可以上到 VIP， 也就是等于你可以做288。啊，如果你可以应用呢，好、哦、，the power of 15，还是你应用你组织的力量5cc 影响5个人跟你做呢，那你25cc 你就上 supervisor。所以当你是 supervisor 的时候呢，你每推荐一个人就331块钱。那你虽然是小人物，你会碰到一些不够大人物。什么叫大人物？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买产品了，一次过买10多千的。因为有些人已经买惯别家的，好像我的朋友，他们一次过可以买10多千，因为他们5、6个人都有在吃，每芦荟汁一箱啊，巴乐星啊，一路都喜欢这样买的，所以他跟你买就可以买10。所以我就告诉他，哎，你一次过买13000哦，你就可以哦接近40%了啊，上主管。所以对他们来讲哦，他们不是做的人，他们只是用的人都会用13000。所以为什么你会很注重这样的人呢？因为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是最大奖励的人，因为你需要有这样的人，所以你上面的这块你的 EM 一定会年年长青啊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今天做 forever 人就像做生意的人，做生意的人就是因为我今天他搞一个 promotion 的时候啊，可能他不赚，我不是在你乱去杀价的意思，我的意思说有些人进来可能你觉得他不怎么样，可是他带一个怎么样的人进来给你这样子的意思，因为他阿姨可能很有钱啊，这个产品已经很多都在吃了，可是并不知道现在有这么多一样，因为很多人以为我们只有这罐打油的罐罢了吗？他并不知道其实我们有6大系列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个空气排毒机哦，有些人哦买5架空气排毒机哦，他都已经是supervisor了。所以那天我跟那个 Stephen 的谈，买6架空气排毒机，加上自己1架7架，再加上产品1架，好、哦，他要去介绍，他要上 assistant manager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上比较高的，因为13000很快就过了嘛。对。所以你要很懂 forever， 你要的是什么东西，你才觉得你需要。就像我们是 marketing 的人，我知道我要这个业绩，所以我很敢去讲。虽然我知道这段生意谈完了之后，以后可能都不是我的人了，我换公司这个 company 就不是我的了。可是我们还是愿意做，因为我们只是为了 sales。但是今天我们是为了自己一个哈很。一个我们的稳的一个我们讲有根的一个事业，你愿意不愿意去强调你这个 5cc 的重要性吗？好，所以当你是 manager 的时候呢，所以你会发现到哈，我们经理推荐一个人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兴奋的。为什么你会去做 roadshow？ 啊，你做 roadshow 聊天啊，1天500块钱，啊，2天要1000块钱，2天1000块钱不用紧，他愿意给我住2天还没问题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进来，你推荐老人家，从15%变35%，我都赚500块了哈。以前我们没有赚这个钱的，以前我的失败是赚不到这个钱，因为公司没有这样的制度给我们的。所以 forever 是越来越好，奖励就越来越好，可以吗？所以只是我们讲 guarantee， 我们很敢讲的，你上网推荐人家，你要敢跟人家讲的。你说只要你上了 VIP， 你只要教人家会做 VIP， guarantee 288块一个人。因为他们都是卖那什么露台什么台啊，他卖8888，还不是算888咯。哇，他跟你讲那么大，我赚888，这样你要做多少赚这个钱？你要做8888，你才可以扎到，你要扎人家扎8888，你才可以赚一个888嘞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看你在 forever， 你只要影响。
想这个人哦，1300块，你就可以赚什么？288。我只要有三个哦，3000多块哦，我就已经赚超过你这个价钱了，对不对？三个1300块，可是我是真真实实是这个人进来了，可以买我们六大系列产品35%的，划算的这样子。而且你要期待一个人，为什么你会叫人家做 VIP？ 其实除了你不赚这288之外，主要你知道说一个人他上了 VIP， 他才可以搞推荐，只要他才可以搞推荐，你才可以开花结果，你才可以一直 branch。如果一棵树啦，就两个树干硬不稳的，它一直开，一直开，一直开，越来越茂盛的。像我这边的家，每个人都很羡慕我家，应该我在那边了，我们家的树是最茂盛了了。哎，它可以哦，今天掉一直掉，有没有了哦？隔天都生叶子这么多起来了哦，因为每天早上扫，晚上又要扫，人家有没有扫地？其实我们有的扫三次也是这样掉一毛，可是它生的吗？因为它真的哦，所以你传家祖制，我看到像那这样是在很熟，很生，很茂盛的，你知道吗？哦。好不好？所以吗？可以吗？所以你会，我们都希望赚，你都是要赚到这个的钱的。所以你要赚到这个钱，不是叫你今天去带6万块来的意思，这样子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讲的东西是每个人都得到的，最重要是你的地基嘛，哈、哦。OK， 第二个 group sales 哦，你看呐、啊，如果你觉得说，哎，那讲，哎呀，20%哦，哇，卢慧智赚多少钱？20%，卢慧智赚多少钱？18块。就是如果你给你每天哦，卖卢慧智赚36块，爽吗？要更多、啊、要更多，你看，要停在这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哦，一天如果给我单单卖芦荟只赚36块哦，哇，这样容易哦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每次算的时候是哦，我一天卖2罐，一个月可以赚1000多块哦，哇，当然有梦的人就讲要更多啊，这个就是要更多的人听，我很欣赏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好讲这个时候哦，就是要真的是要更多的人就看你修小的，因为第一种人就是靠个人嘛，个人我卖罐。我们人最怕赚人家钱太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公司才出一个叫 MVP， 有的扣，有的赚，有保障。你一定要签下他，你不要傻傻的跟他讲说，不用紧，用我的会员买。不要，你听他讲用你的会员买哦，气到 K 用哦，我一个下线，这下线，这下线啊哦，他就是没有上个 AS。所以他的朋友是一个 architect， 大家都是会计师来，architect 啊。所以他们来开会了，他回去 K 他来说，你可以去 K 加入，然后你 under 我，这样讲话了嘞。那个人真的回去 KL 真的有加入，但是不是 under 他， under 他另外一个朋友，刚好以前 Forever 在马来人很红嘛，他在 Facebook 看到啊，他气到吐血，为什么呢？大象芦荟字你很像 you 哦，他说这个人买东西是这样多的，因为他们那种会计师啊，那个 architect 啊，可以签名的，不钱哪里来的，就是很多 cash 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可是他只因为什么，他没有上 AS， 第二个东西他搞不懂，原来签人就可以这样干好。明白吗？所以你一定要把人家给签下来，因为不管他在做大，看不出那个样子的，然后你看不出，你看卢卢的样子，左看看前看，都看不出他可以做，这样一个月赚20-30千的人，真的。所以他说他找了7个人，你都不相信，他问了7个人 PM 了，没有人回答他嘞，那些人又不要回答他，问的东西又答非所问哦，所以他问到朱瑞达，朱瑞达2天后从关丹表到JB 下来推荐他嘞。他说 JB 好像没有人做，他说我们有做，都来不及了咯。总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到处去说哈。好，我们讲不够哦，来 group sale 30千一个月 ，group sale 都跟你讲 group sale， 所以我们做东西不用太厉害啊，5cc 影响多多人跟你一起做，地基够牢够稳，我们钱要赚越久越稳嘛哈。EM 呢，一个 manager， 所以你看呢、啊，当你的 group sale 有30千哦，你的月收入大概是5000到8000不一定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呢，你可以拿到一个精英经理，精英经理呢就是可以去世界旅行，我们叫做 world traveling 哈，整组业绩是3万每个月，双人精英之世界之旅咯，第一年是去意大利，第二年是去那个美国，第三年去墨西哥，明年去哪里？希腊。所以你说你要不要很会赚钱？要。你一定很会赚钱，为什么？我们去希腊玩了哦，我们还会去。其实我们讲好去巴黎的，我最近巴黎发生这件事情哦，哇，很伤心啊。还会去，是这样的，只是你有去过那个城市，很美的，你觉得很可怜啊，那你觉得很不舒服啊，这样哦。其实我们讲好明年要去巴黎。所以，总之我们一定要会赚钱，因为很多名牌都是在巴黎那一个 area 嘛。所以，女人的梦寐以求的地方就是去巴黎嘛，烧货啊，烧一个 bag 就便宜很多嘛，你明白吗？可是你会觉得 originally from Paris 那种感觉，这
真的，同样是买到那个包包，同样有钱买的呢。你的朋友同样是拿 LV 有钱买的，可是他总是看到你哦。那天有一个马来人来哈，看到我这个 bag 嘛，我不知道看了回去买的嘛。然后呢，我一个后再看到他，哎，我就看到哎，你买的 bag 跟我一样的哦。他讲是啊，他直接跟我讲，我就是看到你这个 bag， 我才去新加坡买的。他讲你买多少钱？他讲买18,000块马币。他讲你的嘞，我讲我买7,000出马币，因为我是在巴黎买的。我们谈得很兴奋，他也买产品买得很多，很兴奋。其实我们的话题不是生意，不要明白，只是我们大家很有共识讲东西啊。所以我就讲说哈，包包要照顾哦，会很美哦，人也是要照顾。讲的我们的麦好没有改，我们就是目标不会变的，就是要你买东西，要你照顾，因为你要知道你的心是从哪里，很合理嘛。帮助别人，我都知道讲这句话，帮助别人成就自己，帮助别人得到健康成就自己，帮助别人更美成就自己。帮助别人财富自由，更成就自己吗？所以我是觉得是很敢讲的，三句不离老本行、啊。你可以做到人家觉得哦，你哦真的是女神哦，哇都是 forever 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很成功了。我绝没有看到一个人哦，三句不离老本行，这人不会成功的，相信吗？所以你试看了，你吃饭你讲 forever， 讲个朋友看到你哦，不会是怕你的，是拜你嘛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然后有一天你没有讲哦，还有一天你没有讲，朱墨你最近没有做 forever 了，没有讲的，你们要听啊，你好像就睡过。你知道吗？就我的同学是很好笑的，最近有没有讲？你们要听我讲哦，你们不要跟我讲，可以，你们不要 complain 老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老板可以 complain， 我跟他讲，我是做 forever 的，我跟他讲吗？好玩哦，对吗？所以喜不喜欢？所以你看啊，30千的业绩，讲真的吧，30千的业绩，讲错，你回来就讲了吗？12个 FBO， 一个人会做 5CC， 整组，他都是整组算的，所以你没有开始，肯定不会啊。这个5000到8000 ，Anas 够吗？够吗？要多一点 ，OK 哦，不要讲半天老师讲的，因为我们就是想赚钱的人来的哈，要多一点对不对哈？我们讲的再多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帮助别人成功，更肯定这个成功 ，EM duplicate EM，EM 复制 EM， 你要 EM 再复制一个 EM 出来，我现在 EM， 我叫他就好像 example， 人家讲，我羡慕你的 Anas 哦，我现在你要跟我一样啊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们旅行越多，嘎基是越开心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嘎基越多，就是喜欢玩。其实我是很会玩的。你跟我们的玩哈、哦，我们都是喜欢去外国的时候，我很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喜欢玩的人。我们喜欢时间自由啊，钱你要自由吗？你明白吗？你没有钱，你自由给你就是每天待在家里，不能出去啊嘛，钱都不自由吧？你给你很多假期哦，两个星期在家也没有用哦，一出去又要花钱嘛，所以不敢出去呀、啊。所以我们会知道，我们很喜欢玩，我们要会赚钱，要会花钱、哦、我们会教人家 EM 复制 EM。 你好消息，你现在不止一个旅行哦，你会多一个，这个也是刚刚有的，3年前你会拿到一个 CBM 的旅行。这个 CBM 的旅行呢、哦、这个 CBM 的旅行呢，就是我们明年会去南非。所以你看啊，当你拿到 EM 哦，三万哦，你呢会去拿到一个 EM。 现在你多一个 CBM， 第一年是去夏威夷，第二年去英国，第三年在新加坡，不过是 MBS 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，第四年在南非要去看 Big Five 买钻石，在后面去哪里？四月知道了再告诉你们。所以你看一下吗？你想看你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旅行，你人生还有什么可以愁的？为什么你会越做越年轻？因为你都不用去烦你要赚钱去旅行，你只是觉得我只要把我这个事业经营好，帮助更多人成功，帮助更多人得到美丽，帮助更多人得到健康，帮助很多人，我就可以得到了。所以你会跟我讲，为什么 Jacqueline 这样？为什么你只做 forever 这么专业？我跟他说哦，除非你的老公不好，你要找第二个好的话，一个就够了，是不是这样子说？我觉得道理就这么简单嘛。所以老婆也是一样的吗？哦，那些3妻4妾我们就不要说了，还是有这种人的、啊，肯定有嘛哈、哦。但重点就是我们自己，你要怎样去想你自己要的东西嘛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啊，这个 CBN 呢，哇，你觉得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？哦，他单单那个每个月收入是超过10,000块。好，然后呢，他的 CBM 支票呢是15,000到150,000，不一定，要看你的 CC。好，青霞，10,000块够吗？不够了哈、哦。来，好、哦，你讲够我都跟你讲不够了 ，OK 哈、哦。所以其实传销他一直不断的在复制的，因为你看啊，他一直不断的在复制的，你有发现到吗？你看啊，你起初你是赚 direct bonus。你从两个 bonus 20%， OK， 一罐芦荟汁，一罐胶哦，你赚一个18块钱，
OK， 你当你觉得不够，我要做 EM， 因为 EM 的 group sales 哦 ，EM 是看 group 的，你要做多少钱的业绩？30,000，就是你的五 CC， 只是12个人培育，你就等于哦这样的业绩，明白吗？鸡切了鸡腿分出来，鸡翅膀分出来吃比较容易呢，还是整只鸡一起吃比较容易？分出来。分出来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很多东西给稀释。我们的终极目标，我们要达到这个，但是我们其实要把它这样分出来，就是因为我们要有这样的人，我们要来自自己是这样的人，这么简单。所以所有的东西，为什么万丈高楼平地起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人是不是好高骛远？我们其实有梦，但是我们要做小小样的动作。每一个成功的伟人都是做了很多小小样的动作呢，才成就他的一番大事业的。那如果你要成就一番大事业，只是要看到大的才去做呢，那个你永远达不到那个大，你会跌得很惨。嗯，这样子，所以投资案呢才会这么多人受骗呢，就是很多人想要得到大的，不愿意做小小的东西，所以跌了又起，跌了可是累了家人啊，因为很多人的钱都是到处借的嘛，对吗？好，所以这个是 EM 啊，所以我总结是这样，所以我觉得我这个钱呢，我大概是赚一个5000到8000，啊，你觉得5000到8000不要嘞？不是不要了，我们要赚更多，我要赚超过10000的，所以你就会怎么样？你就是 EM 在帮助一个人上 EM， 对，所以大家是同声同气，所以这个收入你可以赚10000，所以当你达到这样了的时候呢，你就在等于多一个 CBN，CBN 就是花红了，我们多一个花红。所以你看啊，你这个可以去一个旅行，你可以一个旅行，这边又在一个旅行，所以你一年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啊，去年他们是OK， 我们讲明年的啦，明年去希腊聊聊，明年去四月去南非，然后九月是去希腊，对不对？啊，像我三月就去日本，哎，有时候我们飞，我们有那个卡哦，我们有卡，我们懂得申请卡了哦，飞公司飞哪里，我就拿卡accumulate point 哦。我可以刻意的去日本玩了，爽不爽？很爽，对不对？都是不用出钱的才爽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想过你有一天你会这样的，可以我们想象有一天我们可以这样的，所以这个是至少我们还可以想的，不是天方夜谭的，因为来自我们的五 CC， 所以为什么它的根基就是这样？你要是这样哦。第四呢 ，OK， 就像我们讲说，你觉得不够呢，我们就要建立 CBM。其实 CBM 呢，跟上面这个一样的呢，就是呢，你只要有培育出呢三组人出来，就是呢，我今天我是 EM 哈，第四我是 EM 对不对？我培育这个 EM， 他带一个 EM 嘛 ，OK， 我培育三组 EM， 三组 EM 咯，这样子的意思。因为 EM 培育 EM 就是等于 CBM， 多一个奖励哦。EM 培育 EM 就是 CBM， 所以你的老娘子今天回去只要知道哦，什么是30000块 EM。所以为什么现在人家口头都是 EM？ 因为30000块哦太容易做了，30000块太容易做了，你要把它稀释掉它，你要把它稀释掉它，可以吗？那么这个支票呢，为什么我们可以投资这么多产业呢？也不是天方夜谭，因为你每年多拿一个几百千哦，我们的最高纪录是一个月一年拿一个424000，也就是单月份收入呢就可以拿5000-600000，所以你什么都以前讲真的跟现在差别很大，以前的产业没有这么贵嘛，以前一个厂一个店铺哦，你比如100万可以买到，现在很多时候你要超过300万都会翻一面，所以以前赚的钱很值钱，所以钱赚钱就更有钱哦，这样子的意思哦。但是我们都知道说，我们是有大梦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很小的东西完成这个大梦罢了。所以为什么你看到现在看到我们还是普通有钱人这样子罢了吗？因为我们还是喜欢 enjoy 的普通人的生活，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呢很多有钱人的要得到的东西，是看我们的价值观而已。就像一把菜刀，在主妇的手中煮成美食佳肴，在歹徒的手中是杀人放火。所以虽然说，哎呦，老公有钱不好哎，老公有钱就什么什么这样子嘛，对不对哈？其实赚钱是靠智慧，花钱是靠道德来的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是没有道德，有没有钱都是这样子的意思来的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有智慧又有道德呢，钱在他身上呢会更有钱的，而且可以帮助更多人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就是像大家呢，哦，梦寐以求呢，我就觉得我最近觉得这个还不够啦，好不好？
所以呢，我也在追这个，这个是终极的。forever 的终极哈、哦、，CBN 呢就是六个 CBN， 所以我想请问大家哈、哦，你真的这么在乎你每个朋友都会跟你一起来经营 forever 吗？你真的这么在乎哈、哦、每一个朋友泼你冷水吗？在你的生命当中呢，你只要有三主人当六主人哦，你都已经哦，你都已经很有钱了，花不完了的钱了。所以为什么当你推荐人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做，你会保留他变成你的消费者。为什么你今天推荐了他不要做，并且消费者你还是很兴奋的？奇怪了，为什么他不会做你还是很兴奋的？哦，他不会做，并且五年后再来做还可以了。啊，给我把时间帮那些比较需要的人先，他只要用产品就好。因为你是很 smart 的人，我们都是很 smart 的人。你讲说 Jacqueline 为什么你朋友会买直播间，为什么你不要这样做，不是这样就动得到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很有钱，很明白，因为他们是老天派他来帮我呢 CC 的，他老天派他来帮我 CC， 让我更有时间来讲课给你们听的，你明白？是啊，那边地讲也不好意思，我飞到迷你去还要抓住我几天时间。我说哈，所以你们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哈，他在你生命当中真的是老天帮你的，就算他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嘛，哦，他是来帮你的，哦，他每个人为什么他不要上？他每个人只要买两瓶芦荟汁，气死我！不要气，你不要就送给我咯，对不对？要，我们什么大小通吃啊，都好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有一天可能跟你做最好的也是他来的嘞，而是你朋友就跟我讲，哎，你要等我嘞，以后我会做的，以后的事再说啦。是吧？以后是再说吗？对不对？好 ，OK 吗？所以这个够不够？这个我就觉得够了了。哎呀，那个 Rocky 哦，他的人家讲，哇，你的400多斤是美金，我讲我的就不是美金，他的就是美金，我的已经美金哦。以前我们不是拿美金的，我们是在去两年前开始才 globalize， 所以你们现在来都是拿美金的。所以美金一直起的时候，你会有点兴奋，为什么？哇，你进口东西贵，但是哈、哦，你会很兴奋，因为你是拿美金的，你的global 是拿美金，然后第二个东西好像我们去给的 allowance 也是给美金哦。可是你知道我们产品起价，你不用太担心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是用 PVBV 算钱。如果今天用 PVBV 算钱呐、啊，这个产品起多20块钱呐、啊，打个比方起28仙呐 ，PVBV 还是一样。从来没有人问公司为什么的，因为算钱的方式没有改变，还是一样用500，明白吗？可是价钱一直起，可是在 forever 来讲呢，如果这个好像 honey 啦， honey 从60块起到75块嘞，可是我想请问你，顾客喝的呢还是在喝的？我们算钱用什么来算？顾客价。75块嘞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讲？为什么你们 forever 的人会消极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每个都现在都喜欢赚钱吗？所以他就以为我这样其实也不会很多了，因为我们自己买这也是扣下来也是多嘛。我讲对呀、啊，可是你顾客。每个月给你买4只，现在还是买4只，你还多赚呢，你还起薪28千呢，我还有这种生意可以做。其实我们是用龙，我们是龙胆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老大，我们很多东西要看 positive 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马丁的人，做马丁人以前都是要这样子的，但是觉得这样很好，这个是我自己的生意嘛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哦，这个够了了哦。所以呢，哦，够了就停了啊、哦。OK， 好。哦、所以最后的环节呢、哦、我想说今天的产品你们都听到有6大系列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我把这个，因为我跟Tom讲说，我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我的目标呢，我要我的 group、哦、就是每一个月、哦、有50个，有75个，有100个都可以完成 5cc。 可是我们在过去的时候，我们都很纵容我们的小孩，就是会做3也不用紧了，会做2也不用紧，防不理你嘛。就像你以前你不觉得孩子这些的功课这些很重要一个标准吗？所以我们今天觉得，哎，我们有时候看一下马来人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、哦、我们去思考一下，原来我们华人也是可以的，原来我们华人的能力是很强的，我们华人也是很稳的，只是我们要懂得教下去咯。所以我相信我们把这个五 C C 复制下去呢，我会让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很有希望有力量，然后最主要呢，大家可以一起赚大钱，因为我们从小变大将嘛。所以今天你听到了有产品，那么有一个就是你的百万的根基只是来自五 C C， 不是叫你赚50,000、哦、那么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呢，因为我想请一个朋友呢跟大家做一点的分享，很简单、哦、就是很多现在我们都讲，我们先把后面两个男的当透明先嘛，这样子好不好、哦、那其实我们就要先